首先，新冠新来自家己的消息，这是大南新兴宫和西关新地宫，即刻启程到家己市的北福宫客座。透早6点，由家己关机长张明德登场。 点灯启禀后，新兴宫创办人徐祥辉表示，这种北福宫通重要目的是向娘家禀告新兴宫起庙的事宜，经过要紧队伍，声势浩大，张明道的。 透早6点，大南新兴宫的主神官圣帝君起驾邀请，嘉义关机长张明德到场点灯启禀后。 这是大南新兴宫连续三年，这拢家己市北福宫较早，交警队伍对新兴宫出发，一路经过大南镇市区，经由第一线，这拢面向客户王家庙举行团拜祭贺仪式。新兴宫创办人施祥辉表示，这拢北福宫回娘家是禀报起庙事宜。 因为吼，关圣帝君伊选庙地伫大南，啊，已经即马初步吼，啊，即个地基已经完成，即马要甲正日第二阶段量调吼，伫5月底会入来吼，啊，有时间再来阮庙行行吼，啊，感谢，大南潭地即个，33号吼，啊，希望吼，啊，各界吼，啊，十方心事，有时间吼来阮遐行行吼，啊，希望即个活动会当圆满顺利。 最主要吼，是要宣扬吼，阮大南圣宫啊，二期大殿工程吼，啊咧起，啊，互逐个信徒知，搁来就是讲，借着咱关圣帝君这神威吼，沿路啊，祈安赐福，互咱个信众拢有当平安甲顺遂。近期了计，有袂少消防人员向关公求财，求助求神官拢入关。今年大南圣贤宫正式成立义勇关公救援队，有将近100里十位义消含特殊的人员响应。 嘉义县政府顾问也是关机关参选人吕文正担任总召集人，连续三年，领军参加。这一次哦，是我们第三年吼来参与我们大林圣贤宫的一个回娘家的盛事吼，我们非常的开心吼啊！每年我们很多的弟兄都一起来参与啊，参与过后都感觉吼啊，做事都非常的顺利啊！我想在帝君的加持下吼，我们未来的一年吼，我们的参与的弟兄都可以心想事成。义勇关公，啊，真灵感。 所以咱的嘉义县警察局长来遮大拢做顺利的，尤其咱民雄分局吼、分局长，大家拢升官，所以咱关圣帝君是做灵感的吼，也都阮二长嘛有来讲究吼。咱会看看到大南圣贤宫，咱的帝君的特别照顾着咱地方所有百姓安居乐业。施祥辉强调，关老爷希望起庙的心愿受到真侪信徒支持，连续三年广发英雄帖，举办圣贤宫回娘家香炉活动，路程来回大概50里公里。 施祥辉表示，第一年举办时，欢乐感无人愿意参加，但大南圣贤宫关老爷真爱面子，因为讲是关关难过关关过，每年报名人数拢创新高，今年报名人数将近500人，庙方感谢各界的帮忙。三星看教皇，大南民雄采访报道。